蘑菇、木耳、豆腐和冻豆腐，肉还有一点 bacon， 葱、姜、蒜、洋葱、绿菜花、胡萝卜、土豆和豌豆。好，下面就把它们都处理一下，切一下。姜放了一点点蒜，把它们剁碎了，这肉切成小块，放一点胡椒粉、蒜粉、料酒、酱油，放一些淀粉。搅拌腌一会儿，这只是一盘儿。想切成一样大小，在中间先切，然后到旁边再分。切出来就匀了。今天 Christmas， 今天做多一点儿，香味出来了，我就把火关上，然后把它捞出来。现在把洋葱和蒜。还有点酱，现在把肉放在里头，因为肉已经里边有姜末、蒜末，现在就放一起。肉炒了一下，差不多了。熟了的量是吧？胡萝卜，土豆，木耳，香菇，放一点胡椒粉，放点酱油。放一点水，盖上盖子煮一会儿，调一点汁，放一些淀粉，一打锅要稍微多放一点，放一点蚝油，添水，一点老干妈，我们也不能吃多少辣子，所以放一些，因为今天是一大锅嘛，放点香油，这就最后豆腐也好了，就把这个汁倒里。菜呀肉呀都熟了，都好了，现在把豆腐放了。再煮一分钟，好了好了，熟了。哎，我的菜肉有点太多了，现在把这汁倒里收一下。好了，各种颜色。好了好了，熟了。好了，各种颜色。
开饭了。